你许了什么愿望？我只盼望能够日日欢喜。严姑娘呢？我只愿岁月无忧，山河无恙。严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，这是不是说明你我有缘？严姑娘是一个人吗？我是一个人没错。那严姑娘要不要和我一起逛灯会？正好我也是一个人。那好吧。姑娘，下次行侠仗义可否带上我？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